压缅电阻的作用。压缅电阻是一种具有非线性福安特性的电阻器件，主要用于在电路承受过压时进行电压前位，吸收多余的电流，以保护敏感器件。它在电路中起到瞬态过电压保护的作用。在实际应用中，压缅电阻一般并联在电路中，当电路正常运行时处于高阻状态，不影响电路的工作。当电路出现异常电压并达到压缅电阻导通电压时，压缅电阻迅速由高阻变为低阻，释放异常电压导致的瞬时过电流，同时把异常瞬态过压前置在一个安全水平范围之内，从而保护后级电路免遭异常电压的破坏。